本署侦办吴姓被告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等案件，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，认被告涉嫌以手机拍摄与被害人性行为及持有该性影像之犯行，涉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，制造少年为性行为之电子讯号及意图散布和持有少年性影像等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诉。公案存有本案性影像之全数储存装置，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，至其他被诉妨碍性自主等部分，经调查后，检察官认罪嫌不足，依法为不起诉处分。